好好笑。咦，我到达了。它是从下面勾上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比勾不准啊。从上面勾上来。那比较快啦，那摆一次就好了啦。都绕下去，那个下面是紧的嘞。啊，最聪明的解法是吧？你先把它拿出去。啊。下面应该会躲很大的珍珠是吧？这里哦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刻意绑的，他应该是要做那个要抓放陷阱的吧？下面也没有多深啊，下面很浅哎。开掉，那边有个袋子是不是？那个、哦，你不用管它了。哦，梗鱼在跳啊。先给它调深一点。要调深啊，很深呢、欸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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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来来来，等下，哦，别动别动，好，你桶子应该拿上来吧？有，看我，我们不能一直动了，因为震动的话鱼会怕。只有珍珠鲨先靠过来，小心哦。哎呦，你就放还是放那里好了？没有，这样子我可以跨过去拿点就好。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比较深吧？哦哦哦哦，哇，造呀！对面那个人应该觉得奇怪，这个人怎么站在靶上面？直接引拔啊、哦！对啊，赢，跟上次的钓起来比起来小很多。我要我拖鱼。哈？有吗？耶，这珠石斑，哎，刚刚好像没有录到，靠过来了。哦，又来了。哦，有在录吗？啊，有啊。我看到珍珠石斑窟，捅到了。这一次要捅到珍珠石斑窟吗？轮流。你又标题又打上罚钓，上罚拉爽爽，真的上罚超强，浮的爱会剪成的啊，啊都一同时把鱼又过来啊，因为我加那个底料啊，哦。重要诶，都是微波诶，珍珠石斑窟，
珍珠石斑的巢吧。你看装到线了。哪里？哪里有线？那里有线。来来来，出得去吗？不是，不要拉线，拉下面那个线。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。哎呦，换了一下。卡里亚。哎。你这样怎么样了？有鱼吗？有啊，在啊。啊，有鱼在啊。在啊，对啊。你等一下，出去了。啊出去了吗？鱼在来。对啊。你先不要动。好。你不要动。好。你要拉那一只过来。你 OK 吗？你不要动。好。你尽量往前。好，我就要往前。我是往前吗？看有没有缠到。应该是缠到。你有抓到鱼吗？如果抓到鱼，先把鱼抓起来。断掉了，断掉了，对啊，啊没有解开了啦，那、啊、怎么解开、啊、鱼不见了？啊没关系啦，还会再咬啊。有，还是有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又缠到了，哦，不是这么绝，不少哎、欸。以前我们跟拔来钓不是很多，有啊，当然你那离漳湖很近，要注意一下而已。哦呦呦，哦，深度一深一点，再调你那个 OK， 哎，调那个那个凸出来那一只那里，那么多，哦，超多的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进来落通个，哎呀哎呀，加加加，看一下，还 OK OK， 它拐就拐了吧，就在附近，它可能聚集在那里，它也不太会动啊，石斑的特性，有没有？太多了吧。哦，超大条，看到？哦，可以可以，不然你就杆子再，你杆子再缩一截啊，线剪短了、啊。这小条，有喽，有喽，可以可以可以哦，有讯号，有讯号吗？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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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哦，爽哦，哦，爽爽哦。啊，爽爽哦，不错，应该是我刚刚没有起来那一尾，早晚还是要起来给我们。来、啊，特写一下。哦，大的。棍的四只，又来了，比较小一点点的，把我丢过去 ，OK， 可以。哦，大条喽，老哥，大条比刚刚那条大哦。哎、欸，抓好，抓好，抓好！快快快快！哦，抓好了。哇，快！这个大大大。嘿。嘿。哦，要修。应该是给他跑的那个。飞哭。可以钓几百尾吧？没那么多吧。再钓个十条就不错了。大桶，这个桶子放这里 ，OK 了。没关系啊，可以的。有钓到爽就好。那你是佛系钓鱼的啦，所以。你这抓不完啊，这样看刚刚好，这样子啊。嘿。这样子啊。这样。这样钓刚刚好，可以看。特写哦。因为它没有反光。我要特写一下，你不要倒啊。干什么那么深？我来了，哦，哇哇哇哇，有哦，不错，这一条也不错，大的大的，大的哦，赞赞赞，哎、欸，还好了，比刚刚那条小一点点，哎、欸，但是拉力十足，水够深，过表啊，障碍物比较多，哎、欸，小心那桶子可能会倒，就把它放过来一点哦，拉拉的差不多了。有吗？有、哦，还有还有一条哎，哎捡到哦，还是它跑比较里面一点点，
它整个嘴巴都是虫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它全部都在吃哦。哇，都吃虫虫，超大的，对不对 ？OK。真的几乎把我们的虫都吸光了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又回来了。哦，哎，这阀的空隙刚好不会让它掉下去。又来了。准备换位置。OK。下拔下拔耶下拔